我希望把钱交你干死。 这路小白哦，就是我要我专心处理我的代志，一定要让你死啊啦！虽然讲我这个烟火秀的辛苦较狂，也唔过那些菜只该拢甲解决，我算幸运啦。那像你这款人，你让我租给？死死来走来！ 我今晚就去救死人，一定还你个命！阿金总，阿拉无能只去了，并且得留心啊！爸，我已经打电话到你家，你赶紧离开！我不准你快点讲，你是我查某囝，我绝对让你出代志！你都叫我为了兵哥，怎么？等我，这个人好好做人，那个招牌代志啊！你干嘛这么急？你把手臂拿过我娘，听见不？ 阿老婆，我弟兄们，我刚才说我老爹，进来，进来。天色未光，就出门，客人西山又出门。 三顿，千辛万苦做饭吞，梦境成龙啊无小本，饲囝不教烦人问，梦境有后才有算。 谁知妈妈的心酸。